同样由韩国游戏厂商 Black Storm 研发中的 PC 线上 MMORPG 新作 Project XT， 采用 Unreal Engine 5开发，以怪物入侵的末日为背景，我们要扮演六位拥有特殊异能的角色。这些角色被称为 Nexter， 一直有超能力的新人类。有的角色可以操控电，有的可以操控影子，或是可以把想象变成现实等等。我们要利用各自的技能来对抗怪物，解救人类。制作团队运用了最强军团的动作开发经验，强调酷炫的动作感。玩家之间可以互相合作与竞争，也可以组队挑战世界 BOSS 怪。就让我们期待之后 Project XT 释出更多的情报咯。